看了自己 MV 以后，每天以泪洗面，是不是？因为都看不到我啊。为什么？你在哪里？就通那个光都打得很暗，要不然就是拍得很远，根本看不清楚我长什么样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要这样省钱？因为公司那个时候是说希望大家注意我的声音，所以希望大家感觉是比较神秘。他是这样跟我说了，可是我心里觉得不是这样子。他们是觉得你的外形跟你的歌声比起来，还是外形占歌声占大部分的这个。胜利的不是胜利的，我觉得比较胜算优胜胜算对，就部落的人全部来啦，然后我一个人偷偷的点了，我记得很清楚，那时候好像是浴火凤凰，你们知道 Vivo， 对你出演的吧 Vivo 来了 Vivo，那个主题曲我很喜欢，然后就自己偷偷点了那首歌，结果全部的人浴火凤凰，我只是会唱，我只记得最后一句。飞毛将，是啊，我还会唱哎，我只记得最后一句。预备起，我甘愿做个浴火凤凰。对，那时候还蛮红的，就被发掘了。不是他，我舅舅就觉得，我会唱歌，唱的蛮好的，因为只有他，当时只有他听到我在唱歌。哎呀，你舅舅真害了你。因为我舅舅不会喝酒嘛，全家人就是很会喝，很会唱，可能那个时候大家都醉了吧，所以没有人理我在唱什么。是。然后他就觉得我会唱歌，然后带我就是报名了很多歌唱比赛。你出了两张唱片，卖的怎么样？第一张不是很好，第二张好一点点，但是好像都是叫好不叫座。不是很好，是卖几张？记得好像是20000张。那很好啊，很好了。可是那个时候应该不算很好吧。那个时候是、你是个新人哎，我当初拍了那么多连续剧，出也不过出日。差不多，差不多是。而且他是自己。对呀、可能是因为我经纪人他自己在制作这方面，他自己也有投资。就是如果没有卖到一定的数字，他就赔本了。第一张你好像看了自己 MV 以后，每天以泪洗面，是不是？因为都看不到我啊。为什么？你在哪里？就通那个光都打得很暗，要不然就是拍得很远，根本看不清楚我长什么样子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要这样省钱？因为公司那个时候是说希望大家注意我的声音，所以希望大家感觉是比较神秘。他是这样跟我说了，可是我心里觉得不是这样子。他们是觉得你的外形跟你的歌声比起来，还是外形占歌声占大部分的这个。胜利的不是胜利的，我觉得比较胜算优胜胜算比较胜算，应该是这样子，因为他们觉得我的，再加上他们觉得声音跟外形比较搭。不过他的声音真的是，待会家来唱一首歌，你们就知道。你有准备好今天要来唱一首歌吗 ？OK 啊，随时都可以。那我们要不要现在先请他来清唱一首，清唱你自己的歌？老师跟得上吗？老师一定可以。对，你要唱哪一曲？我就唱我第二张专辑的一首抒情歌，叫《对的人》。对的人，对的人。好，让我们来欢迎戴爱玲带来《对的人》，只要一小趴。爱要耐心等待，仔细寻找，感觉很重要。宁可空白了手，等候一次真心的拥抱。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，一定会遇到对的人出现在眼角。真的是歌声胜算比较大，怎么这样？那说实话，一听到他声音哦，会起鸡皮疙瘩那种。对，那种就已经重。我跟你讲，要唱到我们会起鸡皮疙瘩很难了。谢谢。对不对？你刚刚那样唱法是很轻松就唱上去的。也没什么用力啊，你看他这么一点。因为我们在乡下，在部落讲话都很大声。对，我都在对面站着。叫你弟回来吃饭哦。回来吃饭了。发片的时候啊，就是很多人知道可能我的歌、我的名字，但是不知道我长什么样子。这对我来讲是很蛮难过的，因为就是像亲戚朋友就会说，怎么看到你的 MV 都看不到你啊？对啊，要不然就是 MV 是找别人拍，然后我可能就是侧脸，要不然就拉的阴暗面。对，就是这样的。
刚好宣传的时候又没有上综艺节目，那到底是谁唱的？你会有这种疑问吗？对，不过他是真的可怜。比如说像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叫戴爱玲的，很会唱歌，嗯，但是你不知道是谁，神秘，对不对？包括他上台了，我还不知道是谁。哦，后来他们跟我解释，我才知道是谁。对啊，就像有时候跟朋友还有朋友的朋友大家一起去唱歌，然后我拿麦克风一唱，大家就说啊，你就是戴爱玲。我说对啊，是啊。所以这样讲起来，我们公主的这个遭遇啊，她曝光率是少得离谱哦，少，都是像电台。嗯，我看整个唱片界从古到今，你是一个，我觉得我算是最少曝光的歌手，最神秘的歌手，之前也有，之前有那 MV 是完全是卡通的那位。周小姐，是他，我讲不是他，你讲是谁？不能讲，你先讲。你讲周小姐，一个是他，一个是制作人，不能讲。OK 了，好，所以说其他这个也是一种，本来啦，我们也不能这样讲，我们应该讲说本来他是。搞不好是一个他们认为是很好的策略，嗯，可没想到其实效果不如他们预期。出道到现在，你们最讨厌的是什么事情？我最讨厌人家说我胖还是我懂，我懂。我觉得说你脸大吗？对啊，就是没有当歌手之前觉得自己真的吗？嘟嘟的还蛮可爱的。比一下，比一下，公主比一下。来，这个小飘，你要蹲下来一点。不是弄什么小叮当啊，这个就翻脸了。哎，小叮铃来，还好，往后啊。我没有小叮比较大，还是小叮铃 OK 了 ，OK 的啦，好不好？就是脸很胖啊，胖当歌手觉得很可爱了，可是上了镜头就觉得，就是像嘉欣啊、佩蓉脸都好小哦。都小脸哦，对，没关系，可能是公主关系，所以就对，这样想。